新的一天又开始啦 ，Hello， 我是菲菲，不要害怕挑战，又来哦，胆大的赶紧来挑战。这眼睛，原来你娶的夫人竟然是狐狸所变，披着人皮的狐狸。这真的是美得有点不像话了。好像是从画里面走出来的，很凄美。不请新人行大礼，是这样吗？看到这里，我相信有很多人在编剧开始找反弹了。这么好看的洋娃娃，你想不想也要一个呢？视频的你们真的很幸运，请问你们是几点看到的呢？最后一个着实害怕，好不好？就像电影里面，看到这里，你是不是感觉有点怕怕的呢？明天视频好一点，再关注我，我们下视频不见不散。